当车速低于时速20公里，切换至 R 档时， PVN 系统将自动启用。当车速低于时速20公里，按下左下方 PVN 按钮，可手动开启 PVN 系统。按下荧幕左下角摄影机图示，可切换角度，多种角度可供切换。按下左下角 3D 图示，可改变模式。在 3D 模式下，可再按左下角摄影机图示切换各角度。再按一次 PVN 按钮，即可关闭环境系统。